我们是为谁而活？为谁而战？为谁而死？要有那么大的使命吗？不，为光宗耀祖，为父母亲，为做给别人看。你真的能改变这个社会吗？还是社会改变了你？我们都在自己的成长环境学习、养成。自我形成一套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，没有谁能去改变谁，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他自己的一把尺。我们没有学习到包容以及民主的素养，我们都忘记了，不是说活到老学到老吗？可是我们的性格。我们的本位主义都太强了，反省的部分又太薄弱了。